哦，这个就是我本人，不好意思，我本人。大人，俺愿意免费帮忙修理农具，坚持付钱。好吧，免费的最贵。庙会上我们能获得大量铜钱税收，办活动还可以赚钱，太好了。看一下有什么粥，哇，有一个杏鲍菇粥啊，我们叫什么？招待不周哦，屁粥，会不会能笑死？滚开，滚什么滚？打扁他 ，OK， 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啊，今天这个要玩的游戏是《长安养成记》，治一方城，养一方人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游戏的类型呢是这种建设啦，现在也蛮多新的玩家也会叫这样子的类型，可能是 SLG 吧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就觉得它反正就是一个放置然后经营的这种游戏。游戏内容有古城建设嘛，就这个背景是比较古色古香的，然后也可以种田啊、赈灾啊，然后有科举啊、剿匪啊等等。然后是这个林心如代言的，还蛮适合的嘛，毕竟还蛮古的，还蛮古的。他们现在官方有很多林心如代言的影片相关呐、啊。保持兴旺，民有所乐。哎，很豪华哎、欸，这个影片拍的。治一方城，养一方人，与我林心如一起共筑长安吧。很多哎、欸，他们还不止一部哎、欸。好，其他自己去看了，就在他们官方的 YouTube 频道，画面可以看到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比较水墨的画风，不管是在游戏中的这些建筑啊，然后走来走去的这些人物啊，或者是人物的立绘啊，都是还蛮古色古香的。所以就是对这种美术有兴趣的兄弟还有女兄弟，大家就可以去参考一下。那这个游戏主轴是这个养城嘛，养城啊，城镇的城，所以就是你是要上任这个长安城城主，那你就要有很多东西，就这些市民会有一堆哎呀杂乱七八糟的事情会要你去处理啊，然后你要帮他们建设地方的这些设施啊，可能会有强盗啊，都需要你来处理。然后呢，游戏中也会有很多的名人，林默娘啊、程咬金啊，像我有的这一些，或者是这个浪漫诗人李白啊，都有机会在你麾下做事。那你想说啊，就只是这样做事吗？没有，你还会遇到一些坏人，还要打架，你可以直接叫李白出来打架。哎，这样子 OK 吧？李白不要在那边哀哀的，就出来打架，出来打架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蛮好的。先生在此处，可是怀念什么啊？这个就是我本人，不好意思，我本人。是大人啊，嘿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起俺当初曾给这城里建造做一尊雕像，当时那雕像就竖在这里，每天晚饭后好多百姓都爱来这里纳凉，可惜呀、啊，对吗？言下之意在想干嘛？讲这么多就是五个字，我要雕像。我们上任这个长安城城主，那我们就是要去管这个城的大小事，像刚刚那个就是这个市民们的这个小小心声啊，我们身为这个民意代表要帮他们处理一下。我们也要施粥济民，我们放一些粥出来，有没有放在桌子上？哎呀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人来这边吃东西，然后就说我要加入你们城镇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你可以摆，摆好多，来吃来吃，大家来吃，然后大家就会排队来喝，好吗？那排队来喝，就人就变多，这个城的人就变多了，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变多了。但我们也要有相对应的这个房子，不然他们还是在里面流落街头嘛。对，真周到，哎，真周到。这种是机构的，你就要任命人去里面当这个管事的啊，就王昭君吧。那王昭君教书吗？没有，他不一定教书，他可能当校长，他不一定要教书，对不对？老师可能是另有其人啊。学童资质有高低之分，高资质的学童将获得更多学士。OK， 点击学童右上角可以重招，有机会招收到资质更高的学童。OK， 没关系啦，我觉得已经很好。还有啊，爱让，爱爱让爱。好吧 ，OK， 这个有个贤群，他举世无双。好，我们开始授课，老师还要挑学生就对了。我靠，贤群就直接秀才了，直接秀起来了。他读书读到哭嘞，好苦哦。OK， 乙月考试，然后我们就会拿到很多这个六艺玄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学生考得好，我们会拿到这个荣誉榜哦，有奖可以领，很棒很棒。我们这个领这个领这个赏就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这个大门打一个跑马灯，贺本校优秀同学贤才，考取长安第69届秀才，这个是一定要用的。再来执行6次政务哦，政务就在这边，上面有春夏秋冬，每一季都会有3个月的鸟事要你做，那每个月都会有一些事情。大人需要什么？记录民情有没有？
还可以偷捡一下人家捡到路丢在路上的东西，整理一下市容。遇见百姓，平日里最喜欢动员大家工作的长毛叔闪了腰，行走不便。那怎么样？找其他人帮忙。这份礼物是我的心意啊，直接收礼没有问题。继续，我也要振作起来。OK， 好的。滚开！滚什么滚？打扁他。OK， 让他知道谁是老大。大人 ，I'm 愿意免费帮忙修理农具，坚持付钱。免费的最贵。遭遇强敌，好了，强敌就是这个要打架了。有些人很坏的，我们拿到什么？王昭君直接丢上去，对不对？鱼玄机这种，这么哇，直接丢上去，痛扁他们。哎，不一定可以痛扁的，我怎么才二十等啊？可以啦，可以可以。是什么东西？好不好？我派五个辣妹在痛扁你。曲终人散。对不对？什么小贼？再见。他们再也不敢造次了。那我们这个月的政务就完成了。好，举办一次庙会，这个我也没举办过，我看会怎样。庙会上我们能获得大量铜钱税收，办活动还可以赚钱，太好了，我开心欸。怎么样，应该可以到盛况空前吧，再多来一点朋友，多来一点朋友参加庙会，厉害，拿到27万，真好，拿下我们赔60万，可以小照一下这个。对对对 ，Hello Hello Hello。OK， 都是一些碎片人，再来。好，直接跳过。Hello Hello。孙思邈哦，那怎么念啊？原来一开始给的比较多辣妹啊，自己拿都拿不到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哎呀。哇，这也是强敌啊！这人看起来脑满肠肥，拿一块月饼呢。他叫地主，痛扁地主，好刻板印象的地基主，让他变地基主，地主也不行哦，有点歧视地主哎。这是谁写给您的信呀、啊？哇，都还没看，你不要吵，是兄长给我的回信。大人的兄长，从未听大人提起过呢。我也是现在才知道，尚未加入州前，请先寻找一个州加入吧，看一下有什么州。哇，有一个杏鲍菇州啊，田州、库瓦州、史丹利。啊，我也想要自己的州，我们叫什么？招待部州哦，屁州，会被你们笑死。不然就泸州好了，不然大一点啊，我们三重泸州好了，怎么样？蛮好听的，管他的，开。三重泸州。啊，这个三重泸州的这个刺史是巨魔先生啊，巨魔先生，哎呦，好白痴哦、喔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。今天玩的游戏这个《长安养成记》，我在 S16了，不过这种速器好快都满了，不知道你们还来不来得及。来得及的话，也可以来加入我们三重泸州啊，可以来试一下最新上架的《长安养成记》，就算挂着，然后看这些小人在那边帮你收钱，也是感觉是挺不错的。这就是个放置游戏的醍醐味啦啊！好，那有兴趣的自己去下载。那《长安养成记》就介绍到这边啦，感谢各位。